贝贝，嗯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是泥巴。这是漆。这小北，这房子昨天喷漆喷的全喷到车上来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勇，今天要去买粮食了，因为过两天那个鸡就准备送过来了。那个天气转凉了嘛，然后现在是抓鸡的。怎么说呢？好日子了，好时期了，不是好日子了。然后昨天联系了一下上面那个嫂子，他爸家里有500斤粮，有500斤谷子，去买过来。爸爸丁家。嗯，好。来跟大家打招呼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轩。贝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贝。啊，我的眼睛又不能太阳了。你的那个经典台词呢？爸爸，我的眼睛。现在等那个嫂子下来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哎呦。这怎么跟牙膏一样？要不要自己拿袋子？我自己准备了一些袋子。哎，准备这么多袋子去装吧。就这个嫂子，今天给我妈按摩头部的这个嫂子。哎呦，你们两个爷爷去吗？去。你们两个爷爷帮忙搬谷子啊？嗯。好。我搬得起。你搬得起啊？你能搬多少斤？他说他有个李乔，他们就能搬得起。我这样吗？你搬得起？哦，你这样搬啊？我有两个东西可以搬。好，走吧，来上车 ，please， 上车。轮到你们两个搬谷子了啊！现在到了这个嫂子老爸家了，就在这个里面，准备去搬谷子了。来，大磊龙哥，来来来，你要搬谷子，你要搬谷子，你不搬了？你来这这么早？来这边先个脚脚来。爸爸，你不锁车门吗？不锁，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。啊，先要放，先要放，先要那吃。你家里有玉米没有？没有。这边没人种玉米啊？啊，你也在这样先买玉米的，这样给你玩去。就这里啊，就这几袋、啊。哎呀，这不是鸡吧？这是谷子啊。嗯嗯，哎，有虫有虫有虫。嗯。新冠。这种喂鸡刚好。可以。那没有电池，我就拉过去，我拿过去钱嘛，拿过去钱就是放到嫂子面前。你拿过去钱也有啊，我把钱。你家里穿了，家里这现在不黑。啊，那我就把钱给嫂子啊。这一袋应该有100多斤了。屁，走。我这机器够重的。100多斤应该有。上面写多少？十。嗯，好了，来，关门了啊！谢谢叔叔啊，麻烦你了，来，帮你做事从外面回来。现在又回到我这边街上了，我来取一下钱，因为我身上一直没什么现金。这个500斤大谷，估计最起码要600-700块，应该是要的。欢迎光临。这2000块是最后的加档了，先把这些稻谷买了，因为那鸡的那些钱已经交了，嗯，过两天去抓就可以了。现在回去。亮亮亮，借你的秤用一下，借你的秤，啊，那个电子秤，称一下稻谷。梁永王给你送过来啊，你来接我了，来来。你要是把钱叠好，确定啊！来来来，那我一个人，一个人来还好搬一点。94，我就是100。总共474斤，474斤多少钱？100斤？
130。嗯，那就是1.3元一斤啊。十斤的磨成多少升？十斤两斤磨成。616.2元。616.2元5个袋子，就剩一斤嘛。一斤单上是不的。那就615块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这里600整的。好。你数一下啊。然后我妈给你零钱，我身上没有零钱。哎，已经称了，总共是将近500斤。这是我养鸡的第一批粮食，买来的第一批粮食。很快要去买玉米，我是出这个稻谷跟那个玉米一起喂，到时候还喂一些草啊，然后喂一些浮漂啊，反正在农村里面喂鸡就不怕没东西喂。这个是主食，还要给他们来点甜点。现在就送餐。嗯，粮食买好了，鸡大概就3到4天之内就能直接抓回来。养鸡场算不上啊，小型的养鸡场，就是最多只能上家养。哎，一步一步的把之前说的事情要去完成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